三十，女子羞夫。什么意思呀？离了。什么离了？这真离了。祥子，你听我给你念啊。我与秦彦君结婚之后，因其孽缘未了，故离家出逃。我为谋自身前途，现已与秦彦君脱离夫妻关系，特此登报为证。张若兰。啊？哎，离了。少爷，人家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干嘛这么高兴啊？这个张若兰还真是个人物，你知道吗？这可是民国以来第一个女子提出离婚的。少爷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去把我三弟叫来，叫他带着婉玉和他那些学生都过来，我请吃饭。啊？又白吃啊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赶紧去。不是，少爷，您看这账，咱们好，我去啊。真热闹啊！大过年的了，祥子，哎，祥子，祥老爷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二哥、三哥在吗？三哥不在。这样行吗？你这包的哪像饺子啊？手真巧，都是嬷嬷教我的。那以后你也教我。嗯。这些都是新童山上打的，赶紧送到后厨去。好好好，来把这个给我啊！你拿这个，我们找三哥去了。好嘞，走。过年好，过年好。新年快乐！之前的事儿，不用对不起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我也应该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这些年，我有时候也会想起你。我以为这辈子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。其实我们本来就没见过面，对吧？是。谢谢你。谢谢你鼓励我离婚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痛苦的，如果你娶了我，就会像坐牢一样悲惨。当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你并不是抛弃了我，而是点醒了我。王公子，谢谢你当年没有选择我，让我现在有了选择爱情的权利。以后你就常来，我们多谈谈爱情。我要去上海了。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一个青年人的组织——共青团，我已经申请去参加大会了。那你以后不来唱歌啊？最近一段时间是来不了了。王公子，新的一年，希望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想春节过后不去学校教课了，也不去报社了。那你怎么打算呢？我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报馆，办自己的报纸，说自己想说的话。自己办？在哪儿啊？临街的那间屋子能收拾出来让我办报馆吗？
不方便就算了。。行，我答应了。不过，我要约法三章。你也要约法三章。嗯。好，我听着。第一，不能参与政治。我不想你再和魏国起冲突。第二，不能太累，不能因为办报把身子累垮。第三呢？没想好。刚才那两条，我答应你。干什么呀你？放炮洗行吗？三哥，三哥，小家伙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啊，婉玉，婉玉，一不留神让他溜进来了。这小家伙写的文章比我写的还好呢。同学们，这位是共产党的代表黎汉明同志，专门负责京师青年团的成立工作，大家鼓掌。下面请黎先生讲话。同学们，前不久，在中共领导的关怀下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我们的张若兰同学作为首批的入团代表，出席了成立仪式。这个会议啊，它意味着我们的青年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。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，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。所以，我们党和青年团的领导决定，要在全国筹建党组织的同时，积极地开展各地的青年团的筹备工作。下边，我代表团中央组织，正式宣布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京支部现在成立。京支部由张若兰同学担任团支部书记，京支部的日常工作和人员安排由他具体负责。大家表示一下。听说最近京城闹什么共产党，带了一波不明真相的年轻人瞎搞，这都是受了苏俄的影响。你给我盯紧点，杨小焕容你惹大祸。学生经理，
这你们在后头一看，都一个样。王老板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就过来找若兰同学有点事儿。那你们聊吧，我走了，坐吧，别愣着。哎哎。 你怎么找到我们学校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你说。我想让你帮我借本书，关于俄国革命的。你怎么突然想看这些书啊？我也想了解了解共产主义。关于俄国共产主义的书有很多本，你想看哪一本？ 你看着我挑一本就行。行，那我找找吧，找到了之后给你送到会馆去。哎，谢谢啊。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申请加入你们那个青年团。你要加入青年团？啊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 我们青年团的小组成员都是从同学们当中选出来的，像你这种情况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。江老师，我在印刷的时候看了您的报纸，写的真好。像这样好的报纸，就应该让学校的同学们全都看看。大家的学校过得还好吗？ 学校越来越死气沉沉的了，就连上课也越来越没意思了。同学们都说，还不如休学到社会上磨练磨练呢。幸好我加入了青年团，不然真觉得生活没意思。江老师，我们还想让您成为我们的辅导员。对呀，江老师，你参加吧。没什么顾虑，我只是不想加入什么组织。江老师，还有一件事儿。 我们青年团想成立一个攻读互助社，我们想在报馆办公办读。好主意，这个我支持你们。不过我这儿吃住都是问题啊。有一个去处很合适，哪儿？北望楼。小猫叫，喵喵喵，小猫喵喵叫。 小猫叫，喵喵喵。小猫喵喵。王爷。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啊？你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？对，就是这本。还有入团申请书。 我已经跟上级汇报了你的情况，他们会把你作为观察和培养的对象。我是你的介绍人。谢谢你啊。我们合唱班要换地方了。唱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啊？共青团成立了攻读互助社，我们要找一个办公办读的地方。你们想去哪儿啊？少爷，来。 阿祥，哎，少爷，少爷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！啊，你说。你看啊，你跟丁香这又是会馆又是豆腐坊的，也忙不过来，少爷心疼你，给你们请了帮工。少爷，你是怎么了？会馆现在生意不好，伙计们还都闲着呢，那豆腐坊生意好啊。 豆腐供不应求，每天都不够卖的，叫他们来帮你们多做一些。少爷，做豆腐是小本本，供不起帮工啊，他们不要钱。<笑>那管吃管住吗？这吃住啊，就这再回馆了。不用，阿祥，你听我说，少爷，老爷在的时候交代过了。 会馆上上下下由我来打理。再说了，豆腐坊丁香说的。阿祥，你娶了丁香，你不着急了是吧？那我，你还有啊，
以后你别总拿老爷跟丁香来压我。我是来告诉你的，你用也得用，你不用也得用，你必须用。先到了，有什么事尽管叫我。林先生知道你对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事情很感兴趣，他特别高兴，他答应和我一起当你的入团介绍人。谢谢你啊，若兰。叫我若兰同志。若兰同志。在你正式入团之前是考察期，你可以参加我们共青团的活动。我是你的上级，由我来领导你。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，就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，一个一个的。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大陆徘徊。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，旧欧洲的一切势力，教皇和沙皇，梅特涅和基佐，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。若兰同志，你能给我讲讲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吗？王印同志，我们在学共产党宣言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俄国的革命真正做到了为了人民，为了民主，消灭剥削，消灭不平等吗？做到了，俄国已经做到了。少爷，少爷，我有事情跟您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您看看，您看看。有什么事你就说。两个月了，一直亏空。怎么能呢？那豆腐坊的生意不是挺好的？生意是不错，可架不住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。白吃白喝不说，还住着客房，又不能每天只给他们吃豆腐。您看看，现在这会馆哪还有一个客人敢进来呀、啊？少爷，您说怎么办？不是，没有一个月盈利啊。一个月比一个月亏得厉害。您还是跟若兰小姐说说，劝他们去别处吧。啊，你再坚持几天，让我再想想。哎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您再看看呢。12，我这有15，我们一共抄了37份。这宣言，一份14000多字，这么抄，黎先生交代了200份，什么时候才能抄得完？黎先生说过，明天演讲的时候，有多少发多少。大家都坚持一下，全译本好不容易从上海运到北京，社会各界都等着看呢。咱要是有印刷机就好了。200份。也就是一个晚上的功夫。若兰同志，嗯，要不我帮你们找一个能印刷的地方。王英同志，这是很重要的任务，你可不能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觉得夏莹同学说的对，你总这么抄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。那行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哎，那费用的问题我包了。老三，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忙着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坐，倒杯水去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客气干嘛？我找你有点事儿。哦，报纸还没印好呢。不是不是，其他的事。什么事儿啊？你那个印刷机能不能借我用用？要它干嘛呀？我想印这个。
京城到处在印发这种小册子，影响很坏。先生的意思是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不允许这种蛊惑言论到处散播，特别是在京城。学生明白，学生这就去办。等等，你的那些结拜兄弟都在忙什么呢？我好久没见到他们了，应该都在讨生活吧。哼，但愿他们真的是在讨生活。共产党宣言蕴含的力量和道理是前所未有的。你看，这上面讲了，资产阶级必然灭亡，社会主义必将胜利。如果共产党在中国成立，那就如同披荆斩棘的力量，铲除旧势力，团结一切无产阶级，在中国得到新生。是张若兰找你帮的忙。啊，大话都跟人说了，所以你这一次一定要帮我，这也是组织给我的任务。时至今日，你还相信仅仅靠几个人就能救中国吗？说到底，你就是为了张若兰，这个忙我没法帮。不，我为张若兰，你为什么不帮啊？再说了，人家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谋福祉、求和平，这也是咱们兄弟这么多年追求的事情吧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啊！几个人不能救中国，但是你要改变，是不是得从少数人开始改变呀？所以你要相信共产党。你自己相信吗？我相信啊。他不帮我，我也不逼你。行了，忙吧，我走了。不送我。组织上交给我们这么简单的任务，我们都完成不了，还算什么共青团员？看我干嘛？还不快抄！今天晚上谁要抄不完，谁都不许睡觉。趴着干嘛？还不快抄！还坚决完成任务，你完成了吗？你除了说大话还能干什么？社会秩序，这是你的吗？兄弟们，给我砸！砸！兄弟们，
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。只能怪这个世道太黑暗了。正是因为这个世道太黑暗，我们才要想办法去改变它，重新建立一个充满光明的、事事公平、人人平等的新世界。带来一片光明的前程。王毅同志，请你相信你的上级，这一天的到来为时不远了。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，从我在南洋留学的时候接受了孙先生的新思想、新主张，那时开始，为了追求自由、追求理想，四处碰壁，撞得头破血流。命运给我开了个玩笑，共产主义的革命道理其实就在我爹身上。而我苦苦寻找的爱情也在我身边，却被我
拒绝了。你说可笑吗？我还要谢谢你，谢谢你抛弃了我，才让我离开了封建的旧家庭，学了新的思想，懂得了许多道理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新青年。更可笑的是，一个天天嚷嚷革命，四处去给人讲革命道理的人，自己却陷入了迷途。一个命运被他无意中改变的女孩，却又把他拉回了正路。如果时间退回到当年，你还会拒绝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孩吗？我要听真心话。会。还有一个事儿告诉你，我得回趟广州，作为北平代表去参加第一届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一早。哦。我走了。你叫我，保重，回来见。大白天的，您怎么藏在这里啊？和我爹说说话。您一夜没睡啊？老爷活着的时候，你们见面就吵架。现在人没了，你却来找老爷说话了。我爹走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像这几天这么想过。少爷，大侠，你说老爷辛辛苦苦为了什么呀？为了少爷啊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天早晨我都会坐在南望楼的台阶上，看着我爹给人家射手。我爹平时挺厉害的吧？可是他射手的样子是那么的和善，把所有人都当成亲人看待，有舍才有得。他不为别的，
他就看到所有的人都吃饱了，他就踏实了。我们家老爷就是个大善人。你说我当初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？您革命着了魔呗。我爹比我革命，他才是共产主义。若兰离开一个月后，豆腐厂由于入不敷出，迎来了倒闭的命运。此时，曾经席卷全国的工读互助团也相继解散。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社会的实验，消失得无声无息。不久后，二哥王爷失踪了，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，更没有人清楚他去了哪。对于我来说，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时代结束。在这个世上苟活的我越来越糊涂了。写文章竟不是为了何人何事纪念，仿佛是憋着一肚子的劲儿使我不得不提起笔来。然而该写的又是什么呢？这些年来世道之乱让原本不太明白的人愈加糊涂，让原本糊涂的人愈加蠢笨。只是突然思量自身的命运浮沉，惊恐世事之无常变迁。一个探索光明之前途的学者文人，却被恐慌的蠢笨者当作靶子凶残绞杀。蠢笨者如此凶残，我这糊涂者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民国之白日早如黑夜，而黑夜更是无穷无尽的漫长。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非得像你们同党那样受尽皮肉之苦？
再给你最后10秒。